可是它跟你擦的是不太一样，因为它很轻。好轻哦！你要下赛道？真的假的？我要下赛道。那我知道你来干嘛了。你要底漆，而且这个镜片是不是跟叉十四是共用的？共用，这个稍微贵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限量。我受不了了。要不再看？哎，这顶足够注意呢，要收的各位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啊，这顶搞笑呢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喜欢这种花花绿绿的。我知道。对啊。哎，真的好轻哦。是。哎，这个安全吗？哦呀，这个好毒哦！我觉得我应该出去透透气。要修啊，这只是最假，还是这只还是真假？我跟你讲，我最讨厌人家说限量，包鬼！限量的是爱买起，爱用过来的无啊。下次我如果下赛道的时候跑1分75秒，都是因为热狗帮我吊金贵安全帽。哎，不行，我不能乱想。我体验给各位看，就是直接戴。真的不行，我再回来大桥再重新量就好。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有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没有戴过原本的。对，我就试试看啊。其实我刚刚戴的是也还好，因为它本身的设计就符合咧台湾的 TOCA。对，对，所以我就今天就直接直上直上，放鬼。大家好，我小莱姆，我今天呢。专程吼来到位置上，讲讲大桥机车，哈哈哈！为什么要来大桥机车？而且我还带了我的安全帽过来啊！为什么带安全帽过来？你把定了扎，行，热狗，哎，热狗，我有一个事情要麻烦你，走嘛啦，来，就是我过一阵子要下赛道。你要下赛道？真的假的？我要下赛道。那我知道你来干嘛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来干嘛？你跟我讲，我要来干嘛？来，我先帮你调整嘛。啊，对，每个人来下赛道就是无非就是要紧一点。对啊，然后看一下镜片有没有脏啊，然后帽子怎么样的。对，顺便帮你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。你哪知道我都没冲啥？你都说要下赛道了。对，我过一阵子我要下赛道啊，下面时准备下赛道，我来跟您讲，对吧？啊，然后你帮我看一下。看一下那个整个的状况。好，那一般其实你来说下赛道的话，我们就会检查帽体啦，然后顺便看一下你佩戴现在的角度，内侧有没有松，然后镜片有没有干净这样。哦，那你就来先帮我戴一次好了。我先看一下你现在的角度。OK。看，应该没有跑掉吧？没有，在跑山，其实还是很紧的，还是很紧，还是很紧。其实我说真的哦，进口帽有进口帽的价值。就算松也不会差太多。对，对啊，对，来，就原则上还好了，就是这里啊，这里，对，这里比较松一点点，还行啦，因为你现在还是有加速，可是已经稍微有点下沉了。哦，直接帮你调嘿，所以我们现在的话，稍微垫，帮你垫高一点点。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好 ，OK， 来吧。好，那你逛一下吧。好，我逛一下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有没有比较漂亮的帽子。来吧，来吧，来这边。来，这顶就是我这一顶吼，一样的。好吧，哇，这顶就是抢破头的祭典帽，抢破头，抢破头，然后现在没有货，不会 ，OK， 好吧，哎，这顶是什么啊？它的名字叫自来也，自来也，日期的呀，日期的，对，可是它跟你擦的是不太一样，因为它很轻。好轻哦，很轻，非常轻。这顶好可爱哦，哎，这顶啊，平常时啊，走山啦，麦公下赛道啦，跑山啦，跑长途是不是很方便？非常适合，对啊，而且可以戴很久，所以我们很多弟弟啊，或是刚骑的，其实他们都会选自己骑。而且这个镜片是不是跟叉十四是共用的？共用，没错。哦，哎，这顶多少钱啊？这个哦，这顶好漂亮哦，我喜欢。这个稍微贵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限量。哦，这顶是限量版呢。限量款。好轻哦。对啊。我受不了了。要不戴戴看？好，拿一顶我来戴戴看，我来试试看 L 的，拿一顶 L 的我来试试看，这顶是 M 的。哎，那你先试架上别的顶好。我试试看，我没有戴过日期的，我今天要来试试看。我没有戴过，我都没有戴过，我连套都没有套过。哎，这顶足够注意呢，要收的够意啊，各位观众朋友啊，
各位观众朋友啊，一定看好要嘞！我跟你讲，我是喜欢这种花花绿绿的。我知道。对啊，从你选独角兽开始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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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花花绿绿的，花花绿绿。来，我来试试看，这个是 L 的。对，这是 L 哈。好。会差很多，还有那个。我们来试试看。哦，大脸好轻哦。你确定这个是 L 啊？来，机构来。哎、欸，真的好轻哦、喔！是。哎、欸，这个安全吗？安全。你老实说。我们秀仪不从选手帽、赛道帽到复古帽，材质都是一样的。哦，是哦。不要担心，真的，静电材质。哦，这个好赞哦、喔，好轻哦、喔，要修哦。啊，那个老主顾有没有打折？老主顾是不是？嗯，老主顾有打折吧？应该有打折了哈，看看，我想想看。要洗我，你想想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靠腰了，丢被手滑，丢被手滑。哎、欸，这个好轻哦、喔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我爱。特成胶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然后这个一样有 PFS 的那个，有一定都一样有 PFS 的哟。复古帽都有了。哎、欸，我可以试，我可不可以试试看那个 M 号的、啊、？M 号吗？对，来啊，我试试看。应该进得去呀，应该是进得去。我觉得。可是它那个舒服度不会输给 X14 哎、欸，没错，因为它可能是比较轻吧，所以它的压迫感也许不会那么。对。对啊。哦，这个 M 号也可以哎、欸。对啊，其实可以，就变比较夹而已。嗯。对，比较紧，可是你头蛮小，所以 M 号搞不好也可以戴。对啊。所以不一定啊。哦，这顶好可爱哦，辨识度好高哦。好，那你哥，特成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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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动不动就要人家特成胶，你好坏哦！我再试一下 L 号的，我跟各位讲哈、哦，戴帽子哈、哦，如果你已经确定要买，我再强调一次，如果你已经确定要买的，就确定一下你要的型号。是哪一个？就是再多戴一两次。啊，你如果不是确定要买的话，只会在那里耍白痴的，不要一直给人家戴，人家帽子也是要钱的。真的。我这样说有没有错了哈？有。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我都可以哎、欸，只是刚刚比较压迫。对。真的会比较压迫。还是这个就好了，哎、欸，要洗我。够呀，够呀，这好毒哦。我觉得我应该出去透透气。怎样想想看是不是？对 对，我要想想。报备一下你们大人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这顶各位看一下，要修哦。自来也。没错。对，自来也对吧？没错，它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，是我没有看过的。要修哦，啊，这只是水鸡，还是这只还是金鸡？水鸡吼，这确定是水鸡，你莫甲骗哦。好可爱哦，我哎、欸，这个我受不了了。真的，包鬼，包鬼，我叫我讲包鬼啊，没劲啊，没劲啊，没劲啊，恁讲拢无劲啊。可是我有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哎，它比较轻呐，吼，然后它跟 X14 到底是差在所谓的认证是差在哪里？其实 X14 他们最多就是外观嘛，你可以看到外观重量，对。以外，它也差一个 Snell， 它是有 Snell 认证 ，Z7 没有。哦，所以就是它是赛道认证的，对，它是一般认证的，对，没错。所以有过 Snell 的，它的帽壳会很硬。哦，所以它的重量就会比较重一点。对对对，那硬的情况，因为其实在赛道，它是赛道帽，所以它假如说你真的 low 赛啊那种长滑型的话，它其实硬度是 OK 的。它可以长时间的磨，就是头哦，怎么样的？可是这一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用的话，也足够了，欸足够的，所以它的硬度就没有那么好，它可是它很怎么讲韧性，所以它的吸震度会比较好一点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路上其实你滑不了那么长，可是你很长会撞到什么安全岛啊。哦，它这是反而反弹之后，它反而比较好一点同樣的感觉。所以我们除了X14以外、哦，其他全部都是这种台子。哦，对，只有它比较硬一点而已。哦，所以它是属于选手帽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一顶是限量的，对吧？对，这顶限量才会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讨厌人家说限量，包鬼，
限量的是爱买起来，因为过来就无啊。找那种限量款。对啊，限量的就没有了，下次就没有了啊。真的是。对吧？吼。要七块吗？好。然后他又试了一下，我又搞我的骨头，又抵起来了。现在又会变紧，稍微啦，我是没有加太多。哦，有没有头顶的感觉是有差一点点？嗯，更合身了。嗯，更合身了，要求啊。那我下赛道那样可以。我的目标就是1分75秒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一分七十五可以、啊。一分七十五秒，我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，应该也赛了哈。可以。一分七十五秒，角度我帮你调一下，来、嗯、头往下一点点。好，要记得这个一定要盖鼻子。哦，好，就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各位，角度。下次我如果下赛道的时候跑一分七十五秒，都是因为热狗帮我吊金贵安全帽，我这样都招出来一分七十五秒以内。可以。厉害。欸、真的很，大家都不来调，真的有比较紧了呢，有比较紧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这边的建议就是说，如果你平常在跑山或者平常在骑乘，你可能需要的是不需要到那么紧的情况之下，没错没错。可是如果要下赛道，还是要调整一下，一定要，对不对？调整一下，你俩阿伯的西，我现在的想法就是，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了、嗯，我觉得你突然间看到这一顶哈，我有个想法，就是平常我跑山的时候就戴这一顶，对啊，啊我下赛道的时候戴这一顶，对。怎么样？什么毛？哎、欸，不行，我不能乱想，我不能乱想，我要出去吹吹风，我跟16000，对，16000。那、啊、有没有我啊老主顾有没有送个墨片啊？没有啊，没有送墨片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16000的对吧？我不要坐小本经营，我不要坐定啊，什么拢无优惠，安尼那就。包过，好了， okay、决定了，包起来，包起来。哎、啊，那个我要 L 的，我要 L 的，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包起来。包。对，我跟各位讲，有时候买东西就是一个冲动，但是我觉得，我个人觉得就是，它真的很轻，就是我带X14已经带习惯之后带它，我觉得说一给它招霜一点行，那种感受或者是环岛一点差得多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好吧，今天。等我一下。但你我是来调整帽子，不是来败家呢，我来那丢。我怎么搞到最后我又买了一顶回去啊？然后我们今天呢来这里呢，最主要其实只是要调整这个帽子，然后就被这个坏人，我比的这个坏人有没有？就搞了一个，哎、欸，那一顶什么什么自来也的帽子，那个名字就对了。哦，自来也。对啊。是讲一顶我最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，真的，就帅。其实它很特别，真的很。但很漂亮。然后顺便带各位来看一下，今天刚好就是来到这里啊，给各位看一下他们现在目前秀宇的一些安全帽。这边大部分是X14的，没错。这个区域大部分是 G7的，然后这个是什么 ？GDA 2新款的 GDA 2。哦，这是 2 的，全部都是 2。对对 对, 對。啊，万还有吗？万还有。还有。对，还有、啊。所以会比较便宜的。嗯，对，有特价。2的价格的话，哦，对，会有差。啊，这个是1/4。这然后这个最好笑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进前一直讲要买一顶，啊，结果伊拢讲无货。他真的到处缺货，真的、啊、很缺、欸。它上面是另外一款的，然后这个是那个。哦，啊、所以这两顶是不一样就对了。对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OK， 黑边马西吗？黑边马西。但这个就是一代，就是 J Cruise 一代和 GTA 一代。哦，就是一代就对了的，哦，要盖的盖。可乐猫和复古猫、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刚好就是来这里，哎、啊、哎、欸欸，我刚看好去订啊了，我刚看好去订啊。特仕版，几顶是特仕版嘛？对啊，因为我们自己是配合台湾那个。啊，我是对那个比较有兴趣的，那个是亲笔签名的。对啊，当然了、啊。可以把它凹出来吗？不行、啊。好啦，那我们如果你就是在大桥啊，就是在台北市，如果你是在台北市的话，嗯、你如果刚好想要来一顶。更安全的帽子，对啊，我们就可以来大桥，直接来大桥这边选购，或者是你各地经销商的屋都可以啊，中南部啦，或者是甚至台北的经销商，你都可以去，在地服务，没错没错。就算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就是 PFS 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在经销商买，改天来台北玩的时候顺便带上了，他免费帮你再重新量测一次，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对啊，但是前提是。你爱买中台你的货，对，你要买公司货。靠，你去日本买回来，佮叫人甲你要求，叫人甲你，干拢你拢较气候，人拢较。现在还是很多难的。对啊，就是有些人概念就是说，反正都是一样，不是一样都是秀衣嘛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就很尴尬。
是对的。好了，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家的，我都叫他热狗，热狗坏蛋，坏蛋害被好多人然后没货才更好笑。OK， 来了，真的，等一下，这真的要付钱吗？真的要付錢，可不可以赊账？开箱呢？我再去找你拿也可以。这真的是开箱呢，要修哦。那里面还有一个，这个是下巴的。对，哦，下巴的。遗照，然后下巴纹，然后唇部片。对，这是我们全照一定会有的。对，然后我等你，我再给你倒的，好不好？给你。没错。对对对，哇，真的开箱啊！真的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受不了啊！真的很漂亮哎，真的真的真的。我跟各位讲吼。买安全帽，我说实在话了，有些人他会说一定要配所谓的车子的颜色，可是你可能买这顶安全帽买不到，故意在车里换掉去啊，或者是换色的都有可能，彩贴，对对对之类的。那所以，我建议各位，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买的帽子都喜欢买花花绿绿的？辨识度高，就是你在远远的地方能让得快的力啊，就比较安全，安全性会比较提升一点。晚上白天都一样，辨识度高了，当然就比较对。然后就是这一顶呢，我就是你们这里有 PFS 的服务嘛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用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我就是要带原本的，我们体验一下嘛。比如说你今天在中南部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区域东部，你可能去经销商买了，他没有这个服务，然后你就说，那我不要，没有这个服务就不行，没有这回事。我体验给各位看，就是直接带。真的不行，我再回来大桥再重新量就好。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有调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没有带过原本的。对，我就试试看啊。其实我刚刚带的是也还好，因为它本身的设计就符合了台湾的 TOC。对，对，所以我就今天就直接直上直上，翻滚。好啦，都是安尼啦，都是安尼啦。一万一万，连调的那个连降五百都没有吗？好可恶哦！拍谁啦啊？小粉鸡妈的，好了 ，OK 了，没关系了。今天只是来，只是来想要来调整个帽子而已。哎呀，可以啦。其实我觉得你买这顶是对的哈，是对的。哎，你平常跑山有时候很热的时候，因为很多人哈会误认为说什么买秀一定要买 X14，没有这回事啊。其实不一定啊，我们很多帽款有山车帽、Z7轻量化的，然后还有可以带长远的 GTA2，1/4的其实也很安全啊。所以其实看个人的需求，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带 X14。对了对了。对啊，你别妈，然后带 X14。你明明就骑迄捷安特，你敢那刚刚那边递 X14的就奇怪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有客人是骑 T 吗？然后他带他就说：“哎，老板怎么不会通风？阿里 T 吗？前面有风进啊？对，对啊，他不会进风啊，除非你要把这样，你要这样升高高这样。对啊，所以每一台车还是有它的那个意义在。对啊，赛道帽就是赛车那个防晒嘛，不然就一般的防晒接车那种。对啊，才比较需要这种。对的，对的，而且预算又可以比较低。对，也是。对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。好 ，OK。”付钱了，走。